右半边方向的飞球，右外手追了过去，有没有机会来接呢？右外手停下来了，在界外区，由徐玉成把这个飞球呢给接杀出局。是，所以啊，我们看今天陈焕阳是投得非常的稳定。界外球就掌握得很好，徐玉成啊，本身的脚程是有的。